今日是3月19号，农历2月初10，而大事勿用。今日最旺的生肖是猪，事业发展机遇多，付出同回报成正比啊！猪仔周家乐凭剧集《爱回家》金城安一角为人熟悉，其后一直都是出演搞笑角色。不过家乐亦开始搣甩搞笑形象，不断接拍不同类型的角色。上年仲以《宠爱 pat pat》新42章同罗密欧与祝英台3套剧集角逐最佳男主角，证明付出同埋回报成正比，迟啲可能会拎埋视帝啊！今日的幸运星是狮子座，时刻保持真诚的笑容，这样会带来更好的运气。狮子男陈奕迅一向都劲亲吻，早前完成6场厦门歌唱的他，私下出场引来大批 fans 围观和尾随他到酒店，目测多达500人。面对一班 fans， Eason 以亲切的笑容还是不停挥手打招呼，回到酒店门口的他还企定定向 fans 挥手才入去。 Eason 日日都笑面迎人，不怪得知今日运气这么好啦。